我先说吧。如果人只有10天的寿命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练习放下吧，然后想想以后去哪里，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每天要做什么？再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边，先把遗书写好啊，然后。哎，还写遗书，那不就是没有放下吗？啊，如果还要写遗书，那不是还没有放下什么东西吗？那是因为哪怕你能放下，可能家里人放不下呀。那就是还是放不下喽。你自己能放下，家里人放不下呀。那不是一回事吗？你放不下别人的，放不下那还是放不下。可是我觉得说，如果按我现在能了解到的，比如说我读了那个慧律法师的《临终备览》哈，就是关于你之后的这些，哪怕仅仅只是向上面的一些做法的话，如果说被这些家里人惦记，其实有时候也是比较恐怖的事情。当然你说到一点就是，如果被别人惦记，你。自己走了还过爱，那说明自己也没放下，那确实是，那确实是，那10天过好像也没什么要过的，好像就是应该这样子咯。那死亡来临平静啊，就按那个慧律法师里边讲的临终备览那些事情去做啊，然后可能据说。要死的那个时候，会把这一生的经历都在眼前闪过嘛，哈，那自己提前先闪一下，看看有没做错的啊，有没做的，我觉得还是念错的比较好吧，不然念他功。们，他，你这个，就是说都全部都是，那个嘛，你想想看，那些东西，回忆那些东西有啥？那个呢？那都是属于没有放不下的一个表现嘛，一个你，只有10天了，或者只有1天了，你还去回忆过往，这个。也是属于放不下的一个表现啊，是不是？那把过去如果当然拉不到现在嘛，那稍微我在想，如果看一看，心如止水的看一看，应该 OK 吧？应该可以吧？没有挂碍嘛？我。你就说明有挂碍啊，过去的事情你还要去想它，就已经是很大的挂碍了。过去的事情想他还怪，这个也是吧？那可能我还没体会到真正的放下是什么吧，我还没体会到。那如果说，或者是说把它再延长呢？假设你或者是我还有1年呢？1年怎么延长？你说如果被告，还有1年时间，还有1年时间可以活。还有1年时间可以活，那其实有办法可以再延长啊。如果自己还不想死的话，那是有办 法没有延没长有，的。我不是说怎么想办法延长，我是说把这个问题，因为你可能觉得1天或者10天，可能就是只能去等死了。然后我就是说把它搞长一点，还1年呢，假设还1年。还有1年。对，还有1年时间可以活。还有1年时间可以活，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我刚刚说的这些事情啊，可能还是会先交代一下这个后事啊，遗书要写一下，然后自己就去找一个，我觉得。你这学的这个啥佛啊？你这个师傅。我觉得你这个师傅，你学的，或者是你学的，或者是师傅教的不对。应该不是师傅教的不对，是我自己学的不够。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交代一下，然后收拾一下一些东西了，然后去寺院待着吧，就这样子。
那种也不会说有什么遗憾或后悔吧，应该都没有，也不会说想去做什么事情，应该不会有这些东西了。就是说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把该做的做了，那要走了，那也要该死的时候也要想想死后怎么过嘛，这个也是大事啊。那你一年，你剩一年呢，去到庙里面去当尼姑，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啊。现在这不是责任还没尽完嘛，而且确实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还没放下呀，心里会有挂碍，确实会有挂碍。当然经常也要练习嘛，时不时比如说一些念头出来的时候就要练习，如果现在马上要死了我也会怎么样嘛。那这样子，但是就算当尼姑又有什么那个呢，就是说你当一年的或者当十年的尼姑和你不当尼姑又有什么区别？对啊，不一样呢。其实当不当是可能只是表象上的差别，真正的还是一个到底心有没有出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吧，对吧？比如说你心哪怕你在家的时候，你的心也已经出了这个这些家嘛，哪怕你做任何事情，哎，也没有挂碍，我觉得那个也算是去出家嘛。那如果说你在哪怕在寺院里，你依然很多东西挂碍没放下，还是说对啊，那就是一个形式嘛。所以说的话，你哪怕剩一年也好，剩一百年也好，出不出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没啥，就是说你就选择走一个形式，那么对你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嘞？就是可能你觉得那样的一个形式走了以后，对你来说更加的就是严格一点了。那你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是环境会不会有点差别？因为你可能说自己就剩一年了，要一个人要干点什么的，那可能很多人都要来叨扰嘛。都知道你只剩一年了，这些亲朋好友都要来看一看啊什么的。那如果说找个那种地方，可能稍微人会少一点，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差别？不然你说中国这个人情社会这些东西都是免不了的呀，而且。对吧？我又不是说很孤僻的人，等一下，可能就是会有这些东西嘛。对。不过放一下，确实和场合没关系。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一个学生，就高一的那个一个男孩子哈，因为他是什么情况？他妈妈那边都怀不上孩子，然后他妈妈就听谁说了就去某一个寺院求嘛，求了后面哎不久就怀了他之后，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贵人多磨难嘛哈，就是一怀他开始就他妈妈受了很多的苦，结果他生下来的时候也确实那确实还挺不一般的。就按他的八字，他跟我讲的，他妈妈到处去帮他看，哎，都还很好嘛。哪怕说他现在成绩虽然不好，哎，我看他的为人处事，包括性格都非常 OK， 非常稳重的一个男生。那他说他当年从7岁就开始独立去学校全寄宿嘛，父母创业，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比如说他父母在莆田，他在福清那边，福州一个文武学校。精神寄宿，那他在里面呢就是也非常规矩很乖，那自己初中就开始接触佛学的东西，也知道这些经书啊，还会诵经啊，还会按照里边说的去做。结果在中考前10天左右，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见一个非常端庄的阿姨嘛，走到梦里跟他讲说，哎，你明天妈妈会从莆田过来看你，
你呢要这段时间要去放生，放生之后你的中考成绩会比这次统考要高70分嘛。那结果他很独立，平时很少跟他母亲联系，结果第二天他妈妈真的去看他了，他就把这个梦他说了一下，结果他妈妈就是他就按照梦里的指点去做，结果中考的时候还真的就是70分一模一样，正好不差。嗯，又是一个那个神，又是一个神迹啊。嗯，没办法啊，我觉得我身边确实会有这些神人神奇。对啊，你就是那个嘛，就是说这种神迹的，你这个其实不叫学佛，你这个是一种，就是说我为什么老是跟你说你是一个这个结果论啊，你是就是说是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你包括基督教还有这个佛教，他为啥要搞这些就是 testament， 他为什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他是因为这些东西他可以吸引到，其实他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了，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他就是说吸引到这些老百姓，然后他来求神拜佛，然后来就是吸引到大众的这些信徒嘛。他真正的这个觉得就是说可能你还在这个里面打转转吧，反正我是。你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或者说你有类，比如说你的梦会有一些预见性啊，都没有过吗？没有啊，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要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啊，它没有什么，这不是科学啊，你明白吗？这不是科学，就是说它可以往左边说，那个郝老师不是跟你讲过吗，你要真的是用科学去对证的话，这个东西就都没了，但是你如果说你只是说要往左边去一下右边去一下，那都是随心所欲的，对吧？那我就一直不明白，说为什么老是要用就是所谓的科学的这个这方面去套。科学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目前我们可以用的一个工具，然后它可以去证明一些所谓的这个真理，然后你可以证明的。你说的这些东西呢，它是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它是也不可以证明，也不需要证明。然后的话，它是一种信仰，也就是说，我要说这个 testament， 它都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神迹啊，你说你要去证明这个神迹吗？那没有人去证明的，也不可能证明的。但是我很好奇啊，比如说为什么，比如说牛顿啊，或者说一些爱因斯坦之类的一些科学家，包括现在上次我发的一个视频里面，没有人说你不能有宗教信仰啊，也没有人说你必须要有神或者无神论啊，这个没有人一个就是说你有神论就是怎么的不承认，或者是说就没有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啊，只是说科学的东西它作为这个工具，它可以用应用于物理世界，在物理世界里面你通过工具，通过这个科学这个工具，然后你就可以把物理世界进行分析，进行分解，进行这个或者是说我们说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科技的这个创新进步，还有物质生活的提高。当然你可能说啊，那物质生活我越提高可能我还越害怕，那是另外一码事了，起码你是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上面，你受到那些就是那些精神层面的，或者是那些灵魂这个灵命那个层面的东西，那跟物质，它跟物质世界它是另外一个维度啊，那你怎么那个？但是我觉得这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
我们不是经常那个维度，它如果被解决了，就成了科学；没有被解决，它就不是科学，它就只是。我是觉得我们所谓的科学，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说像我自己哦，哎，我自己很早以前拿它是只是一个小，只是一个小角角一个小角落弯了、哦，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未知了、哦。我刚才要说什么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的，不是说很喜欢这种像你说的所谓的科学这些，论证啊这些书籍嘛，哈。那大家会去读这些东西，而且你说宁愿花很长的时间沉浸在这里面。但是我不太明白的是，同样都是人写的书，那有一些人，比如说那个谁写的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个谁？你是在这个文艺类或者文学类，或者是说是这些类的东西，它都是一种，就是是一种精神呐、啊，是一种想象呐、啊，一种精神呐、啊，一种精神类的东西啦、啊。我一直认为说，如果说没有一些潜在，不管是潜意识里也好，或者说潜意识可能就是业力也好，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哎，怎么他就做得出来，我们就做不出来。他那个文章，比如说他写鬼故事，他就写那么形象逼真，他见过吗？我们都不知道。那还有一个谁？那我跟你讲的那个《太上感应篇》，或者说文昌帝君殷志文，同样都是，如果说都是我们宋代、明代或者哪里人，都是人啊，不管古今中外谁写的，我相信外国应该也有类似的人写的这些东西，怎么就没有人愿意去读呢？哦，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读那个钟茂森的写的一个故事，也讲的就是那个论证，科学论证这些里边的因果，包括佛教这些东西嘛，啊、哦，信仰里边的东西，不管基督教也好，还是佛教，那钟茂森他本身是一个佛教徒，他也是美国什么大学毕业，后面在澳大利亚哪个大学教书，当了博士。好、哦，你听过吗？这个人？嗯，不管你是什么博士也好，是什么也好，就是说你只要是在物理层面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是用科学这个工具来解决它。然后在物理层面，你如果通过这个神学来解决它的话，那它也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想象的一种东西嘛，一种想象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凭想象去解决，你没办法，那你只能说是。碰一下运气啊，你凭想象你能够100%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你解决不了。我是有读到钟茂森博士里边写的书，因为他提出里边很多不少英国的，包括美国的一些专家嘛，有些专家包括在大学里的，他是都有亲自去联系这些人，他把那个名字啊什么都写出来，包括人名之类的，他们是有一些人做这方面。对啊，那你一定要去说，就是说这些什么鬼啊神啊，你一定要去说他有什么证据，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就没意义啊，这是一种信仰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啊。对啊，你觉得鬼也好，鬼也好，神也好，还是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对个人没意义，我是说对于就是这个世界的发展，就是你去你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中国在内，西方也好，发达国家也好，他没有说有人去根据这个根据这个猜测的东西去进行指导实践吧，他只是说你可以作为一个安慰嘛，你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安慰啊，我已经那个请过菩萨了，请过那个上帝了，上帝已经同意了，然后他也会给我一个好的什么东西，给我加70分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了，可以让我不死，或者是说让我多活3年或者是10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你不能作为一个科学的依据，那是不可能的，只是说我们自己去
凭借这个东西嘛，去作为我们精神的一个支撑嘛，精神的力量嘛。其实我觉得我能看到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现代人，现代人哈，我觉得他们也包括我吧，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这里，就觉得自己最牛啊，人类的科学是最牛的，所以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心所欲啊。我们好像没有了，你说的是把两码事把它混淆在一起了吗？怎么我们去如果说信仰我们去信仰上帝也好，信仰佛陀也好，这都不是问题，这都是很好的事情，甚至我非常的赞赏，我也非常的信任，我也非常的信仰这个佛陀和上帝，我也崇拜他，我也敬仰他，我也信任他，我也是他的弟子。但是你信任佛陀和皈依佛陀和那个信任上帝，并不代表你非得要去，就是说去那个像那些 testament 去就说哎呀我这些 testament 是这个东西，你就信偏了啦，就信偏了，不管信佛陀还是信上帝，这信偏了。那个东西都是用来是工具嘛，是教会和佛教和这个基督教会他为了获取更多的老百姓的支持而造出来的一种这个册子，然后来获取人心，然后获取信徒的一个手段嘛，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嘛。这一点我不同意啊，我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信徒，是我们可能需要他，像你刚刚说的。但是教会他需要啊，教会他要钱啊，教会就是说上帝是不需要，佛陀也不需要，然后真正的修行之人，真正的信徒，真正的师父他不需要，真正的牧师他也不需要。但是作为一个不是真正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他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寺庙，他要钱来修寺庙，他要钱来干嘛的，就是他要很多钱，所以的话他必须要有很多信徒，有很多信徒他就有钱。那这是后来人给他加上的，而且我觉得不是后来人啊，现在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就你要是到一个宗教里面，就是说那个你可以就是说不被捆绑，然后可以那个由你的心来去跟这些师父，去跟这些上面的佛法和佛陀和上帝去学习，去沟通，去交流，那么当然会比较好。但是99.999%他都是需要这个中介，然后这个中介他会需要，就是说通过明示或者暗示，需要你奉献金钱或者奉献身体肉体啊什么的，就是说就基本上全部都是吧，不是99.9%，是100%，基本上全部都要你贡献嘛，要不就贡献你的肉体、精神，或者是说钱财，或者是说物品，或者是说什么东西嘛。你不贡献给他，他吃什么呀？那这些是后面的人，也不是，也就是你说的，不是真正的这些信徒。但是你真正的有几个呢？你100万个里面可能也就才一两个吧，可能那就太少了。那对啊，那是我们后面的人把它弄歪掉的嘛，所以搞得很那个，很挺糟糕的一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信仰他们，或者说信任他们，向他们学习，跟他们沟通，可能我们也会做。你哪怕是说你说的那个大师傅，那个汇率，大师傅那边的话，他说不定，我不晓得我同学在那边。说不定他要去的话，他一次也要贡献个好几千哦。我没问过他，但是我估计他起码每次要贡献个好几千，我猜了，说不定上万，说不定要贡献一两万。他又不会要，是我们自己需要吧？我们需要自己这种。是，就是说是他自己自愿的，没错。但是，这是个事实啊。事实是事实，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那么的话就是说那个明示，可能有的大师傅他不会明示，对吧？但是也有暗示和绑架，就是说明示可能不会，但是可能来说他手下有好多的这个
好多的这个，就是你跟大师傅可能见面都见不到，那么他下面有很多大量的这个机构啊、人啊、徒弟啊这些什么玩意儿，然后他们会去捆绑你，会去暗示你，然后你最后你不得不贡献。那这个是怎么讲的？这个是所有事情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产生的问题嘛？哪怕说你公司的领导人，或者说你科学在发展，你所以的话就是说，所以的话就是说，你说那个佛教也好，还是基督教也好，他做的那些 testament 是啥东西？怎么不是啊？他就是要吸引人，就是要那个什么东西。但是你说你请郝老师去给你去做个科学实验，去那个，就我跟郝老师两个人吧，我们俩站在那里。好，请那个我们请那个佛教的哪个寺庙的那个老大，或者是基督教的哪个教会的老大，来给我们来一个 testament， 你看他来不来得了呢？这个神迹他不是神迹，他是就是说你要求的时候他是没有的，你不求到的时候他就来了，你懂不懂？就是神迹是神，他是求他不一定来，不求他有可能来，他有他的这个偶然性。如果神迹他说他要来，你喊他来他就来，那就不是神迹了，那是神，那是神棍了，那神棍。棍那不至于，我觉得我在生活中，我确实是因为有遇到，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老师嘛，一些小学的老师也非常一个女性。我知道啊，我就晓得你是这样的，我当然是对你有充分的了解嘛，就是所以的话，我知道你，但是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没法谈了，因为你做不了实验了，你怎么做实验？你做不了实验，你做给郝老师看，或者做给我看，做不了实验吧？做不了吧？那是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做不了实验，我做不了，不代表没有人做得了哦。我身边就有做得了的人。不是说你，我是说你的师傅做不做得了，你的那个神仙或者神棍师傅做不做得了？当然做得了，有些真的有那个能耐。真的有那个能耐，是的啊，就是说，那我们就请那个做一个试验嘛，我跟郝老师两个来那个嘛，就是说看看他，哪怕是他最微弱的这个功法，发一个最微弱的功嘛，然后我们来看看嘛，有机会可以，真的可以，是真的，对，好。好，那今天就聊到那里，我们又把这个问题又再次交给郝老师，然后这一次我跟郝老师站在一起来面对你的这个神迹的出现。我还要总结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我们信仰信任，说向他们学习，我们学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能当他们啊，自己成佛啊，自己去回到耶稣的怀抱。成佛跟神迹是完全是两码事，你就把这个东西，对，你就把这个东西，你不相信怎么成？相信是相信佛，不是相信神迹。神迹是一个，我跟你讲了，它是一个偶然性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东西。如果你把它当成了，就是说这个神棍，他那个神仙，或者是他。往左边一下就到左边，往右边一下就到右边，那就不是相信这个佛了，那就是相信这个神仙了，相信这个神棍了。那这个相信这个神棍跟相信佛，它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是有差别，这个我同意。但是我们在很多比如说比较 low 的时候啊，我们都从神迹开始的，至少要知道说，哎，古话里边的举头三尺有神灵啊。你要知道有神仙，有这些东西，自然有神仙。我没有，你不敬仰神仙呢、啊？你说的这个神仙是特异功能的这个人呢、啊，不是神仙的。如果是神仙，我当然知道，我也信，我也举得，那我也信仰，我也敬仰，我也信。但是你说的不是神仙，你说是神棍呢、啊？你说是这个拥有特异功能的这个神棍呢、啊？是两码事啊，可是神仙有时候也化成人呢、啊。
这个我们爸爸判断。那个换成人的那个是你，他一般他你他又可以走了，所以你那个东西太有偶然性了。他如果在那里不走的话，那就是神棍了，那就是假的了。他如果就是偶尔来一下，然后就走了，那可能是神仙没错。但是如果他在那里不走的话，那就是个骗子，估计。嗯，也有可能吧，有可能。如果说，要拿什么东西交换，一定要交换，那也有可能。只是说，只是有时候在我又想到一句话，那个叫什么？凡圣同居嘛，只是因为自己肉眼太有限。所以我觉得有那个他们境界高的就在哪里，人人都是佛，都是未来佛。你眼前的那个人，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所以我觉得在这句话的指导下，有时候本来就是佛了，那这个也没错，不需要境界高啊。我这么 low 的境界，我都知道你是佛，我是佛，这个你这个没有啥。我的计算机，我的手机都是佛。这个好像不需要什么蛮高的境界，就只是说你在认知上面更进一步就可以达到了，就是剩下的。我们认知是一回事，我们比如说学佛学什么，学了学不就是为了自己要做吗？那你当下你能做到像佛陀那些心量啊，那些事情啊，待人处事，你的还好。那不就是那就像你说的，现在就是佛了，现在真正的是佛。对，我认为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认为的，我就是认为你就是佛，我就是佛，松鼠也是佛，或者是任何人、任何的动物、任何的植物、任何的这个一个原子、一个分子、一个空气都是佛，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起码在我的认知里面，我就是这样认为的。OK， 对，那是的，是的。学什么学就是为了做嘛，为成啊。当然了，你认知首先你认知没有困难以后，然后就是做嘛。做的话无非就是其实也蛮，我觉得还好吧。那我自我感觉蛮良好，可能就是这个我慢比较多，就自我感觉良好了。对，有可能是，对，你可能只是我慢比较明显吧，有些人他是比较隐藏式的，行吧，今天聊了很多了，行，那个改天再聊，我觉得也还聊得蛮好的，你抛出了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的，因为你的那个，因为你的那个东西，你的观点确确实实是也其实也代表了蛮多的中国人呢。其实你的观点也代表了蛮多中国人，但是就是说明我们中国人还是离科学，就是我上次说的德先生、戴先生，还是离科学还蛮远的。我再留个问题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梦境会有预见性？哪怕说我在还很久没有接触这些信仰之前，哪怕我非常抵触所有的信仰之前，我的梦都非常有预见性。这个可以自己去套的，就是说很多东西就好像算命一样，它可以去套啊。它不是说，就是为什么说它不科学，就是它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这个论证的一个方法和体系，他没办法去论证。如果是可以论证的东西，那就好办了。但是你说那个，我一个人有过的体验，心理学应该也有这方面的阐述吧？心理学方面。心理学方面，它不涉及到算命，所以的话。你这个说法跟算命就差不多了，因为你是一个预测嘛，预测就跟算命差不多。是一样，我心理学看的书不多啊，所以我很好奇说心理学方面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东西，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心理学只是说你去心理去暗示嘛，你暗示就朝那方面去走嘛，那只是说先有暗示再有去走，你说的是就是说其实也跟你。说的一样的，你是心理学的，就是说，对。
比如说我今年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遇到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居然成了你不管我哪方面的对手嘛，我是真的出现过这种梦，然后我觉得，那我从来没往这方面什么东西去那个，还结果来的时候还真的，哎呀，怎么一模一样的，怎么跟梦里一模一样的？嗯，说不定就是你自己的一种对一种暗示，然后你就认为它是真的了，嗯。不是，应该有很多人有这个东西，因为你有强烈的这种，因为你有强烈的这种倾向嘛，因为你自己本身这个，嗯，就是你的业力、你的业障，就是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这个倾向，所以的话，这个不稀奇，不稀奇是吧？对，你看你就跟我、跟皮蛋、跟松鼠、跟这个好老师，这四个人就都特质就完全都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是男人，怎么会一样呢？哦，这跟性别没关系，因为特质就是说你这个特质的话，可能说是不是那个郝老师说他说的那种，当然他说的我也不认可，他说的什么文科的没有科学的头脑。当然你没有科学的头脑，所以的话没有科学的头脑就是一个处于一个这个混沌的状态哈、哦，还没对混沌的他没有就是说把它分的搞不清是的我觉得蛮好，行，下次再聊。OK， 好，拜拜。